红尘波浪两茫茫，忍辱柔和是妙方。从来硬弩弦先断，自古钢刀口易伤。人为贪财身先丧，鸟为夺食命早亡。任你奸猾多取巧，难免荒郊土内亡。不，我跟你说呀，给你们说书其实有压力的，因为你们这个肚腩太宽敞了，也就是我换二一个说书的也得跑了。尤其这个台上台下啊，咱们这种斗智斗勇好开心哈。这个听书啊，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品位的工作，所以我很羡慕你们啊，哪怕为这个把家卖了倾家荡产来听书都值啊。已经都卖了，那你们得干点忙去了。那个长篇单口相声《冯天齐闹通州》，这个呢，按部来说，一步一步。这头一步呢，叫渡劫三教寺，也叫霍启三教寺。后边呢，还有第二部、第三部、第四部、第五部，这是一个鸿篇巨著。说着说着，我自己都出头了。这什么书说完的他？他跟《三国演义》似的。你要说单独的这整个坑王一年52期，要全录一冯天齐也不现实啊。咱们就先这么说着，说哪天我说腻了呢，咱们就换一新鲜的。我们可以先搞一个民意调查。这个《西游记》你们感兴趣吗？好的，好的啊。你们要感兴趣的话，我就把它提到这个工作计划上来啊。还有一个没有《西游记》长的，就是那个《雨夜凶宅》，怎么样？好吧，真的也不行，我得挑挑宅着啊。其实好多中篇的，或者是没有特别长的一些个节目，还应该都叨叨叨叨。还有包括我十几年前就整理出来的《正德皇帝下江南》。北京的混混论，那叫白金龙传奇，好多这些东西都一直放着就没动过啊。包括那个九头十三命，它跟那个九头案不一样。九头案是说相声里边的九头案，九头十三命是评书里边的九头案，故事都不一样。就是我得整理整理，挨个的都给你们说一说哈，仗着我还年轻啊。书接上文，那么上文书我们讲到哪里了呢？忘了，我也忘了，因为录完了上一期。啊，行，其实我也没听懂你们说的是什么。好吧，上文书咱们讲到了冯天齐，这个转了九世的一大蚂蚁啊，要干嘛呢？去这个贾登云的家里边就打架去，闹事儿去。贾登云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啊，你们也知道，就躺在那儿都那个样了，让人给吓唬半死儿。上回书是说到这儿是吧？是。你们这个记性我都没法骗你们。那么说到最后，贾登云说了，说一切都不怨我，都怨那彭老婆子，你们去找他去吧。啊，说到这儿，这一句话冯天齐就听在心里边。老话说得好吗？老龙正在沙滩卧，一句话点醒梦中人。一琢磨，对啊，我们也去过他家呀，彭老太太让我们什么借这个99斤儿香油白面，完事他做法打小人儿，给我们报仇。这么一说，这是一个坏人。真正修仙的、修炼的人，有点什么事他得拦着。哎，往好处来啊！哎，消消气儿吧，他得这样。他这个可好，只要花银子100两，管你仇人死光光啊！他都有广告语的人了，哪一个修仙的人他能这样干呢？就算是修仙，他这分明也是个邪仙呢。对。
我呀，我找他算账去吧。啊，说着话往外就走，也不用管这贾登云了，这就还剩半口气儿。这儿一出来，院子里边站着一大帮啊，家奴院工啊。好，辛苦辛苦辛苦，您受累了受累受累受累。往外走出来了，一边走着心里这火越琢磨越大，如果没有这老太太，我们家不至于闹成这样。你看我姐姐跟姐夫两口子日子过多好，送锁知书达理，我看我姐夫写字刷刷点点，那个多黑呀、啊、他不认字啊，他觉得墨黑，多大能耐这是啊。那挺好的一人死了，这事闹的我姐守寡，结果生一核桃，你都赖你，生一核桃不赖人家，跟人没关系啊。叨叨念念就来到这彭老太太家了。前文书咱们都讲过，这老太太住在村子边上挺荒的这么一个地儿，小院子有这么两间房子，她自个儿跟这儿住。到这儿了，站在门口，我出来啊，我饶不了你，冯天齐顶天立地男子汉啊，我这个一定要跟你好好的谈一谈，道不平有人铲，事不平有人管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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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说了得有30分钟，家没人。好，瞎耽误功夫啊！怎么呢？你推门看，屋里没人。这屋瞧，连做饭那小煤屋都瞧了，连院墙缝都看了，没人。这瞎闹的事儿吗？这不是啊？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先回家吧。我也不能跟这儿待着，天儿也不早了，是吧？回家吧。临走还撂狠话，等着我。回家了，到家之后，姐姐这儿，好，你干嘛去了？你这是啊？我这一劲儿的不放心你，你能不能让姐姐省着心呢？啊，你是打架去了吗？没有，我看病人去了。看谁去了？我看贾登云去了。啊，看完怎么样？那看挺好，我看完他不用再治了。啊，够瞧的了，够瞧的了，啊，行吧，那这个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啊，给他留着饭呢，好歹吃了两口。晚上躺在这儿，自个儿翻过来掉过去琢磨这些事儿。哦，我的前世是一只蚂蚁，谁给他起的这个名字？我们历经了九代，就打唐朝到这儿，也不知唐朝之后都是哪儿啊。终于到现在这大明嘉靖年间，没想到这几件事啊搅和着一块啊还挺热闹。早先啊我糊里糊涂分不清头绪来，现在一件件事摆开之后啊我困了，我还是睡觉吧。啊，睡觉吧，躺下了，睡得真踏实，点呼哈打呼噜带吹哨的。我不知道你们谁见过打呼噜带吹哨的啊，各式各样打呼噜的啊，呼啊呼啊，单有一种呼，太吹哨了，上辈子准是个音乐家啊。我那个经纪人啊，老王这打呼噜，不是这个这书里这老王，我经纪人也行吗？他打呼噜打了半截就不动了啊，憋住了，你要旁边你能吓死，一分钟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？咱也不懂，说这是哪儿啊？鼻子里边是有问题，嗓子这儿哈。我记得15年前于谦老师，他就是打呼噜，说，我跟你们唠点家常，你们净搅和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于老师就是，啊，那这鼻子里边啊，连着嗓子眼儿啊有问题，啊，他这个坐那儿就能睡着。在后台聊会儿天，他跟你那对脸坐着哈，这说着话，这如何如何，他也跟你聊。哎呀，天气不错，这个那，你这回手啊，给他倒杯茶，搁您喝水，您看他就睡着了，呼噜震天。后来都劝他看去，上医院给他去，咱也不懂怎么手术，拉完之后，哎，这回挺好，站着就能睡了，法力啊又强了一块啊。啊，这个冯天齐呼哈呼哈哈呼哈，这儿点着这蜡，
床头点着那蜡没吹啊就躺下了，他这打着呼噜，这个这又来了，这得把人贫死你知道吧。灯火苗噗打开了，里边那脸又出来了，我冤哪冤哪，这儿都快天亮了，这个冤哪，晚安。鬼也腻了，明儿再说吧啊，睡觉了。天光大亮，早晨9:00，洪天吉醒了啊，哼，这觉睡的啊，精神十足啊，就觉着我得把身体弄好，这两天有一场恶战，打不出来。你瞧啊，这个家里的老王带人呢，正收拾院子呢，伙计们扫地什么的啊，起来您呢，起来，那个今儿中午饭吃足蹦点啊，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啊。好，您呢，今儿中午咱们家酱牛肉，那得意了啊，酱牛肉买的这个牛腱子，这个牛肉啊有炒菜的，有炖着吃的，有酱着吃的，有涮着吃的，它不一样啊，包括这个怎么切，切横丝儿，切竖丝儿啊，牛羊肉猪肉它切法不一样，这个有机会咱们单聊啊。反正这个酱牛肉就得酱这个牛腱子，为什么呢，它有筋儿啊，酱出来之后这一切完了，每一片上都带花的，这个好吃啊。烙大饼，家里烙大饼，烤大饼二斤吧，这一张的油啊，码一桌子饼，酱牛肉，大块酱牛肉打成片，这儿单有一盘啊黄酱，还包了这么几颗葱啊，又弄一大碗汤坐在这儿吃吧，爷俩吃饭。姐姐起来了，坐在这儿啊，睡得好吗？好着呢，姐姐吃饭。哎，拿这饼啊，她姐姐整张2斤撕开了，半张又撕开了，1/4，这一沿撕了一点儿，摊在手心上，夹了2片牛肉，卷着一吃，喝了一口汤，兄弟我饱了。吃不下去啊，是我也是，嗨，得别剩下，别糟践啊，我吃吧。冯天琪吃饭吃了一筷子饼，什么叫一筷子饼啊，把这筷子立好了，整张饼往上穿，一筷子饼啊，就吃饭的时候这个度量衡是与众不同的，你吃了多少，我吃了一筷子饼，你呢，我吃了一扁的馒头，一扁的扁的立好了，这馒头码从这头码到那头，一扁的馒头，这都不是一般的人，这都是猪啊。好家伙，这冯天琪吃了一筷子饼，整张饼拿过来先抹酱，抹完了酱之后把这牛肉都码好了，整根的葱拿过来这一放，来回一卷啊，抱到怀里边，咔咔咔咔咔，这儿嚼着，这儿就喝着那汤，汤呢是牛肉的碎末，加上香菜，加上葱末，拿这高汤一沏，啊，吃，真是吃饱了喝足了。姐姐看着爱，啊，姐姐哼，好，家大人都这样吗？甭管是爹妈呀，姐姐哥哥看着，嘿好，爱看高兴，我吃，啊，吃饱了，兄弟。你今儿干嘛去啊？那个，我今儿得出去，散散心，没敢说干嘛去，怕姐姐不放心。兄弟，你干嘛去？姐都高兴啊，家里也不指着你挣钱，就是一样，你可不能惹祸。因为你说咱们家就剩下咱们姐儿俩了，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姐姐就活不了了。你听话呀！哎，我听话，我听话，你们管了。说完了，跟这儿走。干嘛去？找彭老太太去。昨儿没逮着你，今儿还逮不着你吗？对不对啊？我今儿去，我今儿比昨儿嗓门还得大。啊，站门口我就骂街。吃饱了没事，消火石玩呗。一路无书，就来在了这老太太这家门口了，一脚就把院门踹开了。这院门呢没插着，啊，把门踹，站在院里边。哼，
这可难听啊，啊，杀人害命，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，你们家祖宗十八辈全问候一遍啊，连直系亲属在出五福的全问一遍啊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就跟这儿又喊又闹，喊完之后了啊，得了，滚出来吧，没人进来了，又没人，哼，我就不信你是不是诚心躲我啊，老太太能算，能掐会算，知道我要来闹事来，好，我放火给你烧了，我把你们家点了，一着火你该跑出来了吧，对，找吧，找什么引火之物，一瞧他们家呢，这炉子也是灭的，也没有什么火镰呐、火绒啊、火石啊，翻了半天没有，哎呀，太奇怪啊，他拿什么点火啊，他是不是知道我来，他藏起来了，不行，我得出去，我上外头找去，我就不信找不着啊！你住的不是村子外边，我上村子里边去。无论谁家借两块火石来，啪啪一打，一着了就行了。走，气坏了我啊！往外走，打这儿走往那边去，就是繁华所在，就快进村了。村口这儿呢，有一个小饭铺，挑一幌子，写个酒字儿。一瞧见这饭铺，冯天齐饿了，要不说这个骂大伤身的，人都说气大伤身，是啊，没气能骂人吗？啊，消化下去了啊，他这个大饼卷牛肉不烫时候，大饼卷牛肉都不烫时候，得吃卷秤砣以后，我好歹垫吧垫吧，对，说话就来了。到这门口呢，小伙计三间门脸，小伙计跟这儿正站着呢，肩膀上搭着这个手巾板，怎么着可以有饭吗？有，您这有啊，您来这饭点儿差着，哈哈，那个中午这热闹劲儿刚过去，本来有包子有面条有个凉菜什么，这个茶鸡蛋呢什么也都有，哎，我先进来吧，进来了，靠窗户找一桌子坐下，这给他倒上茶，喝了水，可爷您吃点什么呀？你就看着颠呗吧，我也不是特别饿。哦，行，不特别饿，来点稀的，来点菜，然后吃点什么？吃面呢？吃馒头？随便吧，随便吧。一拱功夫端上来了，哎，有这么一盘卤牛肉，配上这么四个茶鸡蛋，都包完皮了，码在边上，浇上一勺老卤子，搁在这儿了。啊，有一盘拌菜。什么各种菜啊，那菜帮子菜叶的切吧切吧，搁点三合油，算个青菜，搁在这儿，端了一盘四个馒头，那个您先吃啊，这个多退少补，就是你要吃一个呢，那仨不算钱，吃多少结多少账，那个冲了碗鸡蛋汤，您吃吧啊，拿起来了啊，要换别人呢真咽不下去，冯天齐可以啊，因为他上辈子是只蚂蚁。蚂蚁没有浪费粮食的啊，吃这吃的这筷子不住嘴啊，猛然间这一筷子夹下去觉得不对劲儿，怎么呢，这拌菜里边有一苍蝇，列位这个东西反正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，吃饭别看厨房，唱戏的别看后台墙，尤其那会儿也不像现在是这么讲究卫生，有个苍蝇其实很正常啊，这一夹起来正好就一苍蝇，伙计这怎么回事，拽在桌子上了，你瞧瞧，伙计过来了，哎呦，给您道喜，你这是人话呀，不是，您看您糊涂啊，那个陆地上有什么海里边就有什么，陆地上有老虎，海里边也有老虎，这东西叫海老虎啊，这东西大补，但是它腥气，您这是贵人不吃贱物，您赏给我吧，生意精啊，第一我先捧你，我不会承认这是苍蝇，打死我也不说苍蝇，海老虎你多缺德，哪有那么个玩意儿去，那您是贵人，贵人不吃贱物，先把你捧得高高的，然后您赏给我吧，他嚼了，
你再打官司哪儿了？没有。冯天琪是个讲理的人呐，啊，哎，我得弄死你！我，你说你缺德不缺德啊？不是，那这就是个苍蝇啊！你骗我，海老虎啊！那我也尝尝，你给我。没有了，这位爷，海老虎一百年出现一回啊！你有什么事下一百年再说吧。不是，你们这个玩意儿就不知道什么叫脏净吗？啊，我问你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是不是您看我多大？什么叫我看你多大？我看你二十出头，三十郎当岁，对，是怎么回事？是是是，怎么就是这么回事啊？啊，二十跟三十一样，只要您开心，怎么都对。那我问问你吧，什么叫干净？什么叫脏啊？这位爷，您还别抬杠，您要问我，一水为净，不管什么东西拿水这么一冲，就算干净了。咱们这每样东西都过了水了，干净。这说着，后边又过了一伙计，爷您别生气，别搭理他，他胡说八道啊！我跟您说，眼不见为净。冯天琪气得咯楼咯楼的，你看跟妖精打架还行哈、啊，你跟这个打架这。哎，他说的也有道理啊，不是你们有点欺负人了，这玩人。你们掌柜的呢？饭铺小也得管事的。掌柜的呢？打后厨掌柜的出来，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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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这事闹的，谁招客爷生气呢？您怎么着？哎，我问你，什么叫干净啊？哎，客爷您问着了，不知脏净为净。越说越高，不知脏净，那就什么都不在乎了呗啊！冯天琪气得我跟你们拼了，我今天啊，我弄不了他们，我还弄不了你们吗？啊，这就站起来了，要周桌。俩伙计连掌柜的摁着桌子，别，嬉皮笑脸，不能让你真周了桌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您怎么的？快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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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哄着。也不知什么时候，这饭馆门口进了一孩子，四五岁，五六岁。倚着门框抱着肩膀瞧半天了，打刚才就看就乐，到这会儿一瞧呢要动手了，他过来了，哎，别打架，别打架，别打架，拿手一拉冯天琪，别啊，走，跟我走，往外瞪着就走。冯天琪觉得这小孩怎么劲儿这么大，哎，你松手，我跟他们没说完呢，就把人给拉出去了啊。那么说没要饭钱，还没要没要吧，掌柜的也认便宜得了，没打架就行，这比夸一周桌盘子碗摔了都碎了比那个强得多，走了就走了吧，得了，没事，收拾吧，饭馆咱不用说，回头再说外头。这小孩拉着冯天琪，再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哎呀，走啊走啊走啊走，就这么愣瞪瞪了二十分钟。冯天琪，我早不生气了，你松手。不符合常规，瞪着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瞪着，你干嘛呀？别生气呀，犯不上，这行，这十几分钟，二分钟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不像话呀！啊，瞪出来了，这就出了村，因为这饭铺就在村口，他是从那边来的，等于又往那边给瞪一下，回去了，转过去，这有一片子树林子，到这儿，你撒手，你哪儿的这孩子呀？嗯。小孩面对面的乐，哎，冯天琪，是我，怎么了？你不认识我？我知道你是谁呀、啊？你仔细端详端详我。冯天琪从上到下看这孩子，这孩子脑袋上梳一个冲天杵的小辫儿，这就跟你们明白了似的。都明白还跑这儿听来，真是的。欧的对，之前夜闯三教寺，雷雨咔嚓咔嚓的雷不正神，要劈这金头大蜈蚣，这蜈蚣呢就变了一个小孩，站在树杈上吐着舌头跟那雷将打架，记得吧？哎，那小孩脑袋上就梳一冲天杵的小辫儿，
这孩子就输这么一个。可是那天呢，冯天齐也没瞧太真着，您琢磨呀，打雷下雨，他站在树杈上边那么老高，而且后来再见他的时候就变成蜈蚣了，就没瞧见门脸，只能说凭感觉觉得是他。小吴，爱给人起外号，这点他特随我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小吴吗？小孩乐坏了，你真行啊！你喊小金也行啊，金头蜈蚣啊！哦，真是你啊！哎，那天没屁死你啊！哎，你会聊天不会啊？不是，那天我就听说了，你不是那个渡劫吗？是不是？然后雷不正神要劈，然后给你劈碎了，劈成泥一样啊！你解恨呢，你这啊？怎么说的那么过瘾呢？不是，就是是说，然后后来你不就现了身了吗？是一个跟梯子一样的东西。蜈蚣怎么跟梯子似的呢？就是也是一节一节的，你还跑到那个庙里头去，爬在孔圣人牌位上边，是不是？你还记得吗？有点糊涂啊，因为到最后我有点盯不住了。为什么现形啊？就是定力不够，还现了原形。就仗着那一丁点聪明劲儿，我就爬到这个圣人牌位上。其实落在圣人牌位上的时候，我脑子已经乱了。哎，那你知道不知道后来你为什么出庙啊？不知道。哦，踏实了。怎么呢？就怕他记仇。哦，是是是，我们也是看见啊，看见那个庙门口有金光，你就出来了。出来我们就躲开了，我们还说了别劈他，挺好的。哦，谢谢你。哎，不叫事不叫事不叫事。那之后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从那个大殿里边啊，好像爬出来啊，那个翻过门槛来之后，在台阶和门槛中间有一道缝，我就掉在那地缝里边了。后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缓过来，黑漆麻糊的也瞧不见，就爬来爬去，最后瞧见有亮光，我出来了啊，就在外头，我也不知道哪儿，就荒郊野地的，算是躲过一劫。啊，看你这个命真大哈！下回劈你是什么时候？冯天齐，你不应该啊！哎，我拿你当朋友，你怎么老说这个话呢？啊，我这不逗你玩吗？再有这事儿，你好躲呀，是不是？那是那是那是啊！那个，刚才我瞧你要跟他们打架，我就赶紧把你弄出来了。嗨，他刚才让我说你什么海老虎，我知道啊，不叫事儿啊。这个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，你不是有正事儿要做吗？对呀，我好些个事儿了。你能猜着我要干嘛吗？知道，你要找那老婆子算账是不是？是，他太坏了，他干了好些个坏事儿。他不光干了坏事儿，他一狠心毒。反正是这样啊，我拿你当朋友。一个就是你躲他。如果你觉得你能力不够，没有办法，你躲他。躲他的话呢，可能还少了好多麻烦，你就离开通州就完了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你要非找他的话，我能告诉你，你上家来没用。哦，他不在家，你就记住了吧，哪儿阴气重，他就在哪儿，你记得住吗？行吧，哪儿阴气重就在哪儿是吧？你干嘛去呢？我打算就离开通州了啊，也许以后咱们是有缘分，还能再见着。好朋友吗？对对对，哎，你真是那个大蜈蚣吗？是啊，你变给我瞧瞧。别闹，这大白天的，我就吓着你。我还在乎你这个，整个的都看见了。我给你瞧瞧尾巴吧。小孩一转身，顺着屁股后边甩下来，3尺长，那么大尾巴带钩，棒哎。要不你别走了，咱俩玩去。咱俩玩什么？我带你钓鱼去，你去不去？
把小孩气的，你拿我当杆儿了不行。原来就我不跟你玩了，我有正事儿啊。因为眼瞅着通州这儿有一场热闹，我不掺和你们这事儿啊。若有机缘，咱们哥俩日后还能再见。这一转身，小孩往这边下去了。冯天琪还恋恋不舍，保重啊，把尾巴收起来。一个孩子这么走到后边甩大尾巴，谁受得了啊？眼瞅着他走了。这会儿呢天也快黑了，您想啊，吃完中午饭出来的，对吧，上那儿骂了顿街，饭馆又吃了顿饭，跟小孩又玩了会儿，一下午一共就这俩仨钟头啊，天就擦黑了。回家吧，省着我姐姐不放心。回家了，回来姐姐开心了，哎呦真听话，我还唬着啊，你得晚上才回来呢，正好刚才啊老王还说呢，等你吃饭呢，我说等啊，我们自己有什么可吃的，回来行了，老王开饭吧。哎，端上来了，什么菜饭什么都有，这儿吃的，吃完了擦擦嘴，端起热茶来喝了一口。那个啊，姐姐，我问你，这个你哪儿阴气重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哪儿阴气重？坟地呗，那还用问呢？坟地阴气重啊，那阴气最重的那就是乱坟岗子呀，乱坟岗子。那过去那个有大户人家有自己的坟地，有祖坟，有那穷人怎么办呢？就是某一地儿找一块，这个也不是什么好地儿吧，也没人去的地儿，乱葬岗子、乱坟岗子，随便挖开了就能埋人。有的那个就是拿芦席卷一卷就扔在那儿了，那地儿净出野狗。像当年北京城，就像陶然亭啊，像哪儿啊，包括最早菜市口那儿，都扔死尸的地儿。那儿的野狗眼珠子是红的，穷人家那棺材叫狗碰头，啊，好的棺材，富贵人家那一口棺材就值多少钱？穷人没有，买那个最薄的那个材，做个棺材，好歹定一匣子，死人装里边一扔，啊。到这一扔或者埋上一半就没人管了，几只野狗一起较劲能把这棺材蹬出来，蹬出来之后拿这狗脑袋撞那个棺材去，三下就开，这叫狗碰头的棺材，撞开之后进去把死人掏出来吃死人肉。所以那会儿这些地方的野狗啊，眼珠子是红的，它吃人肉，所以说此地就类似这样的地方阴气重，还不像普通的坟地啊，或者家里的祖坟啊，那个最起码有人料理啊，什么添个坟啊，什么清明插个柳啊，全家祭祀，所以还好。就是这种乱坟岗子，也叫乱葬岗子，这个地方阴气最重，孤魂怨鬼都在这儿。过去就老话嘛，是吧，说这个乱葬岗子耍大刀，穷鬼堕恶鬼嘛，说的就这个地方啊，可不呗，你细琢磨这话都有道理。兄弟，你问这干嘛呀？我想去一趟啊。你上那儿干嘛去？不是，你跟您说这个，我越琢磨这事儿越不对，我也问来了啊，说这个老婆子呀，她在那儿，我准备找她报仇去，说她现在不回家，她现在就在乱坟岗子呢，我上那儿瞧瞧去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兄弟你可别去了，好家伙，白天我都不让你去，这黑更半夜往那儿跑啊。不是，您看我一会儿就回，爷俩这儿矫情着，姐姐拦着不让走。正说着呢，又打外边老王跑进来了。那个哎，天琪张奶奶，好，这姐俩这干嘛呢？来串门的来了。谁呀？三教寺的和尚叫慧安，快叫进来，叫进来。慧安打外边进来，一脑门的汗呢。哎呀，弥陀佛。哎，天琪，哦，慧安，什么事儿？你外甥让我找你。前面还记得哈，吐一核桃，呼呼，点小孩哈，小孩就留在慧安那儿抚养，啊，今儿来了，那什么，你外甥让我找你，哎，这个我外甥怎么样了？行，饭量挺大，能吃啊，也不知道随谁，随我，我就能吃啊，哎，能吃倒没事，这孩子他不睡觉啊。一宿宿都不睡觉啊，尤其是我要是一睡觉他起来满屋溜的，
这玩意儿你说瘆得慌不瘆得慌啊？这个完事他也不知自个儿跟这儿叨叨叨叨的叨说的什么，我一问他吧，他就吓唬我，他老让我闭嘴，别待着去，你这不要命吗？是不是？完事那个，现如今是这样的，那个他今天翻脸了，往常多少还客气客气，今儿急了。不行，那个你叫冯天琪去啊，叫他来，我有事跟你说，你赶紧去吧，你去晚了他把庙给我点了回来。姐姐，那我去吧啊，那这事儿这应该去，快去啊，你问问他怎么回事。哎，和尚慧安冯天琪俩人打这儿出来赶奔三教寺。说话功夫就到了啊，来到这儿一直就奔这间禅房，一开门一瞧这小孩啊跟那儿坐着啊，慧安呢还给他找了个小兜兜，穿个小裤子，坐在这个这禅榻这儿，劈着个腿，这手啊摁在这儿托着腮啊，就跟有事儿似的，琢磨事儿呢，挺可爱。为什么呢？你要说一80老头这样啊，你就不往心里去了，他关键他小，那么个玩意儿坐着。俩人进来了，先看看这孩子，又对视了一眼，噗嗤就乐了。外甥，胡天琪过来了。外甥，小孩看看他，站好了，你活，吓我一跳。慧安，你怎么调理的？哎，不知道，你们家孩子没有，不知道，你自己个儿问吧啊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大脾气啊？你怎么了这是啊？听说你一宿宿不睡觉。哎呀，闭嘴吧，行了，没工夫跟你搭个这个。伸手，说上伸手，干嘛呀？你给舅舅糖吃啊？小孩都不搭理他，也不怎么着，一伸手就变出一支笔来啊，举起来，举起来了，也不知画的是什么。行了，冯天琪这手画好了，回头看看慧安，你跟着出来吗？怎么呢？他来过一回啊，对吧？孔圣人那牌位上面趴一蜈蚣，不就这个吗？出来出来出来，还以为有这手活呢。你什么变的啊？慧安说，我哪知道什么变的啊，我你问你外甥啊，这不你外甥给你写的吗？哎，外甥，外甥这怎么回事啊？谁是你外甥？赶紧去，赶紧去，该上哪儿上哪儿，知道吗？你要是见着那老婆子，别跟她说话，你就一举手就行了，听明白了吗？什么玩意儿？我就听明白了吗？你快去吧，走吧，走呗，也没什么可聊的了啊。打这儿出来了啊。自己纳闷，我去哪儿呢？一琢磨呀，那我就奔乱坟岗子呗。在家说去，我姐姐不让。现如今这机会好，又何况这外甥给我画这个，让我去，说出来必有原因。那我去吧，就奔乱坟岗子了。三教寺这儿呢，这个小外甥这小孩低着头坐在这儿，这手跟这儿也不知比划什么，自个儿问自个儿，这儿行不行？不好。如果这样那也不行，挺好的。旁边会员都傻了，也插不上手，也靠不了钱儿，都跟他聊吧，又怕他吓唬自己啊。那个喝点水嘛，闭嘴，玩什么大脾气啊，可了不得了啊。小孩回头看他还乐，哎，还知道害怕。哎，这高僧大德这是怎么越转世胆越小呢啊。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自个儿跟这倒磨着啊，正琢磨着呢，门一开，那长毛老道进来了。老道是这套书的贯穿人物啊，但是前一二部你都未必知道他是谁。进来了，捻着胡子，捻着眉毛，太长了啊。这小孩这会儿呢是面冲里啊，门口这不站着慧安吗？慧安抱着肩膀跟人站着不敢说话，旁边就是门，这小孩脸冲里，要不刚才这么吓唬人呢？这猫着腰算计，门口这老道进来了，站着，
看看惠安，惠安，那意思你瞧瞧吧啊。老道往前走，就看这小孩，猛然间这老道一抬手，这孩子这脖子这啪来一大波溜啊，乌灯坐地，哎哎，就别逗别逗别逗，谁跟你逗啊，我说的瞧不出来你是个什么呢，好小子啊，你好大的能耐呀、啊、是不是你师尊让你这么变的，别闹，你就待好，别闹，掐这孩子，这手摁着脑袋，这手把这后边小衣服裂开了，后背上有一块髻，拿手一指这髻，又念了几句咒语真言，这髻下去了，没有了。再回过头来，这孩子乐得都不行了，你看让你知道了吧，你知道你可别说呀，你要说回来对你不好啊，你别废话啊，我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。哎，你们爷儿俩这有意思吗，你们别闹别闹，回来会让惠安知道。惠安这气就瞒着我一个人啊，我还得伺候他，我还得管他，反正还不让我知道是谁，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。老道一回头，你真别管，你掺和不了这事儿，你赶紧出去把山门关上，庙里边还有其他的别的和尚啊，包括一些人呢、啊、干活的什么，还有香客住在这儿，告诉他们赶紧睡觉，把门关上，听见什么声音也不要出来啊，把大门一定要关好了。小孩点点头，对，把门关上，上这儿来的没有走门的。惠安就觉得从脊梁沟就凉上来了，我要不要出去躲一躲？老道说不用，你也甭躲，你就跟这儿待着，踏踏实实的啊。一切都有我们俩，我们俩在这儿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放心吧。好吧，话分两头。再说这位冯天琪啊，这手心上有刚才小孩写的东西，这算着往前走，奔哪儿啊，乱坟岗子，要再拐过这么几个弯儿去就快到了。面前突然间出现一道黑影拦住了去路，一抬头，好家伙，半截黑塔一样，不、哦，也就是冯天琪，别人就得吓死。站在这主啊，不像个人，这个身上是个人，这个脸是个猪，啊，站着等着。天琪，还有点结巴，天琪。怎么像个猪似的，干嘛还怎么像啊，就是多坦诚啊，说话这声音跟侯震似的啊。哎呦，我算是开了眼了，自打雷劈了之后我改阴阳眼，白天也见鬼，晚上也看妖精啊，这些日子什么品种都见着了啊，终于还来个猪妖啊，咱们怎么回事，你干嘛拦着我呀，我还没谢你呢啊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怎么就是你救命恩人呢，你一岁那年你们家要杀猪宰猪庆祝一下记得吗，你说到这儿听过上文书的你们算是想起来了，想当初呢冯天琪他爸爸叫冯二刀，他爷爷叫冯一刀，这家实在不会起名字。冯天琪啊，一岁过生日，他爸爸捆上猪要杀猪，一大黑猪。小孩觉得这猪好玩，把绳子解开了，一翻身骑上去了，揽这猪耳朵。一大帮人追这猪，这猪驮着他满村跑，最后冲出去跳河里边了。完事一股子浪花给冯天琪拖上来了，这猪没了。当然这猪另有来历，只不过那一会儿是元神疏忽。被捆上了也是渡劫，万没想到他这道劫让冯天琪给解了给破了，所以今天他是连报恩来的，这儿拦住了，记得吧，把当初事儿一说，冯天琪乐坏了，哎呦，这、啊、不记得。
怎么那是不记得呀？他才一岁呀。当然后来有大人跟他说过这个事儿，耳朵里灌满了。今儿是头一回见，哦，就是你啊！你赶紧趴下，咱骑着玩一会儿吧。别玩一会儿了，少爷，你有杀身之祸。我怎么就杀身之祸呢？啊，你说说，我这告诉你啊。这个你得罪这老婆子了啊，这老婆子跟你啊算是结了仇了，他现在啊调动所有人马，整个通州附近妖魔邪祟孤魂怨鬼他都给聚集一块了，他憋着给你弄死，你听我的，你赶紧跑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不听我的，你就嘴这个笨的啊。洪天齐乐拿手一指，还就你这嘴，你想着他手心里画着东西呢，哎，就你这嘴，一举起来一道金光，这猪站起来一立正，跟立根，转身就走。天齐说：“这些年白修炼了，你也没问明白呀、啊，啊，那就算了呗啊。”继续往前，奔这乱坟岗子。这边三教寺呢，这屋里边惠安，这个小外甥。加上这老道仨人在屋里忙活，惠安忙活什么呢？沏茶呀，倒个水什么的，也没事。这俩人跟那儿这个那个哗嗒哗嗒哗嗒聊天，正说着呢，就这屋门这儿有人敲门啊，进来。一开门打外边进一个黑衣男子，大高个儿就1.8米，穿一身黑，一进门抱拳拱手，奉令归一教，奉令，奉命令的意思，归教啊，奉令归教。小孩拿手一指，这主就地一轱辘变成了一张纸片，惠安捡起来了，黑色的纸片捡了一个猪的样子，看看这个老道接过来了，来一个了，好嘞好嘞，来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，动物的都搁这儿啊，花草搁这儿，人搁这儿，哎，器具的搁在这儿啊，对对对对，都摆好了摆好了，这儿正分堆呢，正啊，这儿等着吧。那头咱们再说说这位冯天齐，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没多远，到眼前一瞧啊，我的个天哪，没有路灯，都黑的，尤其乱葬岗子乱坟岗子谁给你点灯啊，那个年头啊，可是一转过这坟圈子来，哎呦，火焰冲天，正当中这儿有一大坟头，这坟头上边坐着这彭老太太，盘着腿儿啊，手里边拿着一沓黄纸，不知上面写的是什么，地上这是一堆火，他嘴里念着，这往火堆里啊扔这黄纸，就可着他为中心，连天上在地上妖魔鬼怪都全了，你就想吧，你这吊死鬼了，淹死鬼了，车祸死的了，什么各种妖怪变的了，什么想象的出来的全都有，缺胳膊短腿的鬼哭狼嚎，连天上在地上全是，正当中坐这老太太，但凡胆儿要是小就得吓死啊，冯天齐就吓死了，一转过来，太可怕了啊，正好面前这有一个坟堆藏在后头，看老太太跟着，哎呀，咱不是说的是什么啊，哎呀，这蒸羊羔，这个兄长，老太太女说相声的，反正念吧啊，念着，但是就眼巴前的就这些个啊，飞来飞去，看着眼花缭乱，猛然间，这老太太坐在坟头上一提鼻子，不对，闻出生人味儿来了。看过《西游记》都知道哈，妖怪好像都有这个嗅觉灵敏啊，一闻生人味儿，他也是如此，生人味儿。有人，冯天齐搭茬了，没有，
说了声没有，嗷嗷一声，这些妖魔鬼怪全掉过头来了。这个再不出来就不行了，硬着头皮，天齐就出来了啊！是我，怎么着吧？老太太乐了。我等的就是你呀！啊，天门开，地门开，妖魔鬼怪，你们来，来，来！说声来来来，拿手一指冯天齐，所有这些妖怪把这方向目标全都瞄准了，要奔天齐下手。天齐吓坏了，摆了一个投降的动作。他琢磨是，那我就完了呗。这么些妖精呢，我哪打得过呀？没想到这一举手，这手上有刚才画的那个符，一举起来，两道金光啊，顺着手心，刚才这点劲儿，这火苗子照得挺亮，拿这两道金光一比，那些个暗淡无色。首先就天上飞的就这一批，甭管是什么鸟精啊、鸭子精啊、鸡精啊，是吧？就是这各种吧，反正是乱七八糟的能飞的这些个精，一个一个马上就变成了纸片，然后卷成一股风，直奔三教寺方向就走。接下来是地上这一批孤魂怨鬼、豺狼走兽，甭管是什么，全都变了，一股风刮得干干净净。到最后，这老太太又打这坟头上面啪就掉下来了，原地不动，在地上变成一个纸片人。一霎时全世界就安静下来了啊！洪天齐都傻了，一切不在自己掌握之中啊！我就这么一个投降的动作，他们就这样了，而且一下都安静没人了。走过去把这纸人捡起来了，一张黑纸点了一个老太太，好奇怪啊，揣到身上了。我呀上三教寺，我问问我外甥到底怎么回事啊，今天的事儿好奇怪。嗯，走，由打这儿就走奔三教寺。来到这儿了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屋里边惠安问了，开门不开，你们二位可说了啊，哎，这个上这儿来的没有走门的。老道说这得开，这是冯天齐，他走不了这个墙头啊，天上下来啊，他从上面下来就摔坏了，开门去吧。哎，惠安出来了，把门打开，天齐啊，你们这儿没什么事儿，我们这儿没事儿，我们这屋里边是剪纸展览，你来瞧瞧来吧。哎哎哎，进来了。到门口一瞧，这屋里边啊，老道蹲在这儿，小孩蹲在那儿，满地的纸片分得特别整齐，这堆是人的，这堆是牲口的，这堆是猛兽，这堆飞禽，这堆花草，这堆是器具啊。俩人跟这儿正数呢啊，各式各样的。又打外边冯天齐进来了，二位辛苦啊，玩得好开心呐！啊，老道一回头，哎，哈哈哈哈，你回来了啊？行，这个我们别看没跟着你去，我们知道事儿很顺利，是不是啊？还差一个呢。哦，你知道哈，在我这儿呢，掏出一个纸片来，你看是他不是？嗯，就是他，这个得搁在这堆儿，搁好了啊。小孩跟地上那儿还玩呢啊，天齐过来了，喊舅舅，喊舅舅。老道一捂嘴，这这这这这，什么叫喊舅舅？过来，你别瞎说八道的，知道吗？他不是你外甥，啊？他怎么就不是我外甥？我姐就吐出来的呀。你姐吐出来不行啊哈，他眼睁着你这样，你再看一眼，这才一回头，哇！小孩变了，站起来了。早先呢，咱们知道哈，一个月俩月的小婴孩现在站起来了，得有1米8左右，
这脑袋是个龙头，穿一道袍，腰系水火丝绦，底下水袜云履，摆在那儿。你看看我是你外甥吗？哟，皮皮虾。老道也乐，惠安也乐，说这龙头不乐，有什么好乐的？哎呀，老道乐坏了，说这冯天齐，我真佩服你啊！你怎么看出来皮皮虾？这样不皮皮虾吗？这可不是，这你不知道吧？此乃是乌云仙，乌云仙呐、啊！这一说就话长了。当年有一位通天教主，都知道截教阐教之战，摆下万仙阵，应该你们知道，元始天尊呐、啊，什么他们几个人，哎，打这个万仙阵，打万仙阵呢，这个通天教主呢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呢收徒弟都得是哎这个九辈修仙第十世了啊，这个如何如何，这有仙根，这个如何如何人才收呢，通天教主呢是什么都收。来个老虎可以可以可以啊，来个羊肉串拜我可以可以可以，反正不管是什么你要想拜师他就收，这很正常的事情。所以后来不管是戏曲界还是曲艺界啊，就说你收徒弟不分，你就是通天教主，老拿这开玩笑啊。这个乌云仙就是通天教主的徒弟，万仙阵里边有一太极阵，太极阵的阵主就是他，很厉害。前身呢是龙须鳌鱼，鳌鱼是怎么回事啊？鳌鱼炖肉吗？啊，不是那个哈，那是厨子说的啊。这个鳌鱼其实最早就是海里头的大鲤鱼，海里头鲤鱼分金银二色，每隔多少年，这个海里边有龙门，龙门要升起来，鲤鱼要跳龙门，只要跳得过去，您能成龙；如果说跳到半截掉下来，就算完了。或者跳着一半，龙门上面有刀刃，打刀刃这个上面过，刀刃拉到你的须子了也算完。所以鲤鱼跳龙门不容易，但是单有这种鲤鱼呢，在海里边呢，它又是嘴馋，偷龙珠吃。因为海里边龙子龙孙很多呀，不管大龙小龙，它得修炼。有时那个龙珠丢了，或者是怎么着的，让鲤鱼偷吃了，就不能跳龙门了，因为你不属于鲤鱼，就变成了鳌鱼。鳌鱼就是龙头鱼身。金须呢，就这胡子呀是金色的，分公母，只要是公的鳌鱼，那个尾巴像葫芦一样，雌的那尾巴像芙蓉花一样，这叫鳌鱼啊。就说它的前身是龙须鳌鱼，到后来才拜师学艺成为乌云仙，是通天教主的弟子，知道了吗？他不是你的外甥啊，这是了不起的神仙。你看神仙又变成小孩了，一转身又变小孩了，又跟那儿啪啪啪数这些东西啊，数来数去分门别类，哦，这个这个这个，冯天齐过来了，嘿嘿嘿，那个好玩哈，我问一下，那个这些都干嘛用啊？这些个有的就转世轮回，有的就得把它毁了，有的是我带回去给师尊看一看，各有各的处理方法。嗯，突然间这小孩从这纸片里边拿出一张来，哎，都有办法了，他怎么交代呀？天齐，你出个主意，你说他怎么办呢？他是谁呀？他你不认识？你姐夫宋佐。